他还有一个毛病啊，就是我越生气他越笑，你气得越厉害他就笑得越厉害，就好像说啊，我一句话也没说你把你自个儿气成那样，你该。这个比较气人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不笑的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表达啊。行，是老实人啥都不说，就天天还不如跟块木头说呢。您说摆块木头在家我还能当个凳子坐坐呢，他在家不说话还占地方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也跟你聊不起来，就是你那个都不是聊天你知道吧。那刚开始我也是好好说的，就是刚开始说的时候你就问他，他就不理你，要不就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的，那我也受不了，我本来我话就多，然后他还不说话，基本上就是问一句说一句，不问就没有了。那你就找一个能说的不就完了吗？你也是够别扭的了。瞅他不说话我就来气。行，我问问男朋友，他有缺点吗？有。什么缺点你说说。我们俩在一起之后，他去我们公司上班当会计管钱嘛，然后他就跟男客户聊天。本来就是我不爱说话嘛，然后他就跟别的男客户聊天，一聊聊到半夜，又跟人叫什么张哥呀、王哥、李哥的，还用公司的钱给人发红包。主持人，他说我跟客户聊天暧昧，我就感觉他对这个暧昧，人家没有说暧昧，人就说聊天，还用公司的钱给客户发红包，人家没说暧昧。现在没跟您说，他之前总那么说我。然后我就是觉得说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，然后我跟客户聊聊天啊，就是逢年过节的发一个红包，我觉得就是算维护一下客户的关系吧，就好让人家还继续找我们。我觉得我想的也没错，而且发的红包都是6.6元、8.8元这种小数额的，我觉得相对来说比买一份小礼物要合算多了。然后他就非要死认那个规章制度，就说就这样就不行啊。财务可不就是管规章的吗？你怎么把他弄到你们公司去了呢？因为开始的话我看他管钱管得特别好嘛。行，那公司是你的是吧？不是我的，是我跟我一个发小开的。你这发小也够倒霉的了啊。后来去了管财务管得怎么样？管得挺好，就是他有时办事不过大脑。啥意思？有一次我们在屋里开会，就是研究要添几个车，然后他接待一个客户马上就要谈好了，然后这个客户跟他说让他拿着公章去跟他盖一个合同，结果他就拿着要跟人去，我发现了，然后我半道就追回来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那个公章能借我用一下吗？可能有点用。他不理我，他不跟我说话。那好歹说我也在这个公司里边上班吧，那我说我拿走我用一下，根本就不说话。然后我也是有点生气了，我拿着就走了。那是老板好吗？凭什么你要用公章？你有什么权利用公章？因为有的时候需要盖合同。你们公司管理这么混乱呢？不是啊，规章制度就在墙上贴着啊，公章不许离开办公桌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拿走啊？我想跟他商量一下，问问他就是这个事儿可不可以去办，然后他不理我。哎，行，现在还在那公司吗？不在了。分开了就好，得把公司再给搅和了。最后他因为什么离开您的公司的呀？也不光是因为公章的事，还有一件事是，就是他前男友给他打电话，我也不知道是借钱还是还钱，然后我没有听见。等他说他要出去一趟，当时我就不放心嘛，然后我说我跟你去吧。回来半路上他跟我说他前男友以前欠他钱要还他钱，等他前男友刚上车没有两分钟他就让我下车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我们俩就是还之前跟前男友还没分手的时候，他找我借的钱就是还没还，然后我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我就觉得就是找他一趟去吧，因为你手机上这个东西他逃避的话你也不知道，我想当面跟他说一声，然后是我们俩一起去的。之后他说那个有的话不方便说，你能不能让你对象下去一趟，我说也行吧。然后我想着就是说他暂时先下去一会儿，我前男友跟我说什么了我再告诉他一声，我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要钱，然后他回来就生气了，他也不告诉我。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衡量就是他做事是没有边界的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就不让他在公司干财务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。这个倒是清醒了，挺好的。行。